16亿美金，哇塞！Mega Millions, 1.6 billion 美金，快，一定要买，最少买一张吧。Let's go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美国的 Mega Millions 的 Lotto， 奖金有16亿美金，那个是16，然后80的美金，差不多480亿的台币啊。那我们现在解释怎么玩。你看这个就是要怎么画，一张彩券2块钱美金，第一框有1到70号，要选5个号码，然后这里有 Mega Ball 的框，1到25，要选1个号码。中奖的几率是0.0000033%， 应该是6个0。然后你可以自己选，或是让电脑快选。如果你中了奖，有2种领奖的方式。第一，一种是分30年领；第二，你可以一次领，但是他们会算叫 present cash value， 就是现值。简单的例子，好，我们比如说你赢了3000块，有30年可以领，你可以每年他们给你100块，所以30年后就是3000块。或是你可以说，现值算可能可以差不多1600块，今天给你1600块，所以他们会觉得哦，30年后这个1600块会变成3000块。OK， 所以我们讲这次的16亿的奖。有没有人赢？有，但是不是我。然后只有一张票赢，这个也是很难得。所以平常不是会只有一张独得，平常是有几张上同号，然后这些票都是赢了奖。告诉你这次中的号码是什么，好不好？5 28 62 65 70，然后那个 mega 是5，所以只有一张票选择这些号码中奖了。这些号码应该也是很难得有人会选出来，所以可能很多人那个赢的这一张票可能是快选了吧。所以这一次16亿，现值算的话有9亿美金，这个赢的这张票可以选现值的9亿，或是可以30年每年领钱。还有其他的中奖方式给你看，有这些，如果你有5个号码没有 mega， 所以到这些2个号码一个 mega 都可以赢点钱，这也算不错。我也有买了，但是一个奖都没中到。给你一点 English corner 吧，那个 Mega Millions， once somebody wins the big jackpot, the starting jackpot goes down to $40 million to start。 所以如果每一次没有人赢就会一直涨。 So with Mega Millions， 每个礼拜二每个礼拜五会开奖，然后The beginning jackpot 最低的就是那个4000万美金。好，希望你有来美国有机会玩这个 Lotto， 那就祝你好运气。谢谢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、按铃铛、追踪我的 IG。OK， 拜拜，下次见。